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贾斯汀小松。这期视频还是地面开场，其实之前已经开场已经开过很多了。拍这些视频只是记录一下我的一个过程，并不是什么教程之类的。可能专业人士可能反对我这么做，但是我只能说，这是我现在自己能想出的办法了。我只能坚持下去，继续做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